继续来关心咱彰化县的公共自行车系统，除了上早开通的彰化市以外，员林市以及鹿港镇嘛营运介济年，但人口相对密集的河滨镇却一直等未到。为此，县议员林宗翰气噗噗咯，大骂县府官员无作为。河滨人想要有公共自行车的愿望，早伫咧县长王惠美担任立委的期间，就已经协助争取。但到即马，王惠美拢伫咧做县长咯，算是一点仔进度拢无。彰化县的公共自行车系统，按2014年五月开始营运，一开始干那彰化市，过来包括园林、甲鹿港，也拢陆续开通。但是人口数相对较侪，河滨却一直等无。县长咧做立委的时阵，咱这个有无自行车这啊？你会记个？我甲你讲，巨大无同意。你会记个？迄时阵半点钟补助10元，会记哩未？你做处长，是。我甲你讲，河滨嘛真重要，河滨甲彰化市，河滨过来鹿港，你甲想，咱每一个县长拢想要创造一寡迄个观光景点。我跟你讲一句话，你不要做忘记。由于彰化公共自行车系统今年彰化系统由新的厂商来负责营运，也将家己电动自行车提供服务，并无增加新站的计划。自行车目前没有规划新的站点，都还是原来的站点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在讲新的站点啦，你搁听无哦？你顶届你的顶任你做处长，你补助10元的时阵，去予本小组阮这议员为着这给你剁啊剩5元。你即马开个个当来做处长，我甲你讲一句话，县长我即马伫家来讲啊，无灵啦！你听有无？即你努力有过，伊无才能做到啊。林宗翰强调，河滨人希望有公共自行车愿望，早伫咧王惠美担任立委的时阵，就来协助争取。想袂到一直等到王惠美拢做满3年的县长，也是一点仔消息拢无。台中华新闻张世良，彰化采访报道。